11月20日，潘玮柏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对镜自拍照，秀最近的瘦身成果。他配文写道：你可以质疑我的定力、食欲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毅力、瘦身。照片中，潘玮柏身穿黑色棉服搭配鸭舌帽，造型一如既往的潮流嘻哈，拿着手机对镜自拍，表情超拽，十分有范。即使穿着棉服，也不能看出潘玮柏瘦了好多，整个身材变得苗条，脸也变小了。看潘玮柏10月份直播和现在比，真是缩小了一个维度。潘帅为了演唱会真是有毅力瘦身了。有网友调侃道：胖瘦自如，自己掌控，好羡慕呀。潘玮柏确实很有唱跳能力，身材管理也是很到位了。潘胖真的是演唱会前后判若两人。不过也有网友评论，他虽然很瘦，但总给人一种肥头大耳的感觉。对此